你可以看过过瘾，看。 我的才从边贩，哪？谁让你来过？我点药。这个十月修，我好吧，我还得修慢点，修快了吧，黄岩。 对呀，所以我说让你弄这干裂的药了，你绝情弄得这么好了，更干净了，是吧？他去彻底了，再把这干裂弄了，他以后也才能这干裂的袜子还用吗？没了。那是的，这也不多了，马上就没有了。嗯，行。 这修完了，你抹上药，它就好了。你不修干净的时候，它很厚的时候，你那个抹药它都不吸收了。嗯。你就直接站起来，就是抬着我转过去就行。哎，来，一二三，来。你到那边看，不明白我的意思。 好，这样。